好，各位朋友，万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只手，捏一下它会动，而且它拥有人类的智慧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二加二等于几？双击关注出教程，不是吹牛逼，整个快手就我一个人会。哎呦我错。好，仔细看，我们这里一瓶可乐没有任何问题，我们把它放入盒中，拿起这个铁板，从这个地方把它插过去，刺透，没有任何问题，然后把它拔开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双击关注出教程。哇塞，这么厉害。好，仔细看，钢刀手腕摩擦摩擦，它可以瞬间啊砍进去啊，还原。双击关注出教程，不是吹牛逼，整个快手就我一个人。哇塞，那么厉害。哈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仔细看，我这里有张100块钱的钞票，100块钱不够花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吹一口气它可以瞬间变得那么大。喜欢这个魔术，想学这个魔术。哇塞，这钱那么大，怎么还有个小的？好，仔细看，我们这里有支圆珠笔一张，扑克牌，圆珠笔、扑克牌放在这里，它可以瞬间刺透。刺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可以移动，移动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可以拔出来。老铁们，夏天到了，你们还在花钱买啤酒吗？现在你不需要了，手机里的啤酒可以到现实生活中。双击关注出教程。哎，后面怎么还有个杯子？好，仔细看，我们这里一个手指，这里一个钢钉，钢钉在这个地方，它可以瞬间插入我们的手指。双击关注出教程。咦，这不是小玩具吗？好，仔细看，我们这里有一块奥利奥饼干，今天我们把它吃掉，不好吃。双击加关注，双击出教程。哇塞，那么神奇啊。